那现在看到现在已经倒，一二楼已经被压到底下去了，所以现在变三楼就变成一楼这样子。他们两个都已经被震到歪掉，因为可能承受不住大楼的这个的重力嘛。原本我们这边有十楼嘛，哈，那现在看到现在已经倒，一二楼已经被压到底下去了，所以现在变三楼就变成一楼这样子。他们两个都已经被震到歪掉，因为可能承受不住大楼的这个的重力嘛，所以它有一点倒掉这样，还有一点歪斜这样。被贴红单的时候，我们全部的客户都已经撤离，所以目前都是没有人伤亡。OK OK OK。